瘦了是受委屈了吗？怎么可能受委屈呀？家人们，没有受委屈啊。是受委屈的话，我还天天这么开心吗？晚上好，家人们。我没穿裙子，我们这边太热了，我穿的是短裤，家人们。是的，我回家乡晒黑了，因为晒的有点就是高原红一样的嘎，对不对？有点太阳，有点那个高原红了。穿裙子凉快，夏天瘦很正常，我也觉得，因为天气很热嘛，吃饭这些感觉那个不怎么吃得好。哇塞，好多铁粉阿姨进来了，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喜欢和你聊天，温温柔柔的，真的吗？谢谢啊。用的什么洗发水？我就用的那种普通的，就比如说什么海飞丝呀，这些就是普通的，很普通的，家人们。我刚刚开直播，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我们可以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一直点屏幕，点点点点点点点。我随时都在吃东西呢。今天困了吗？没困，家人们，我刚刚开直播，刚开一会儿，怎么可能会困了呢？是因为我可能回家乡有点晒红了啊。叶总呢？他在忙呢，直播间家人们，他在忙。我天天都在吃东西啊，你们看家人们，这是乐山的一个特产，它叫做牛肉咖饼，然后里面有那个萝卜丝，很好吃的。那些人讲话真的 好搞笑，你说他们吗？看到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这就是我们乐山的牛肉咖饼，肯定你们很想吃，这是乐山的特色啊。待会忍不住的给你们吃一口，先闻一下，先放在这儿，待会给你们吃啊。牛肉咖饼，这是乐山的特产。为什么光吃不胖？今年我74岁了，不会加入粉丝团，真的呀！谢谢，感谢奶奶，谢谢奶奶的关注哟。赶紧吃吧，没事儿，和你们聊聊天。待会儿吃东西，就是说话不利索，知道吧？吃了晚饭的家人们，我吃了的，吃了。有些时候晚上会吃一点，就比如说饼呀这些，喜欢吃一些糯糯唧唧的东西。留给安安吃，好的。你们说留给他吃，我就留给他吃，我就不吃了，好不好？可以喝一点这个豆浆吧，可不可以？你们有没有喝这个？五谷的豆浆，不是豆浆黑芝麻，他们的豆浆也好喝。你们说给叶总吃，我就不吃了。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的黑，长得这么多？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喝豆浆、黑芝麻这些，看到没有？回家乡干活了，对，所以就黑了呀。
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我们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啊，因为有很多家姐姐和阿姨都不知道我开直播了。头发很，对，头发唯独就是头发要好一点。今年还没有苹果卖，没有，家人们真的没有。苹果的话，我只分享了。这最近只分享了一次，然后年初的时候分享过一次，大家买个好吃，然后全部都让要我那个苹果，对不对？没有瘦啊，没有。吃的什么黑芝麻？五谷的啊，五谷磨坊应该都听说过吧？嗯，天天喝，如果你天天喝，你的头发都还没有长得很好的话，这是我之前卖分享过的那个防晒衣。超市里面见过五谷呀，对，五谷超市里面都有卖的。吉年变憔悴了，怎么今天晚上全部都说我变憔悴了？那可能是因为我回家乡，这两天饿了嘛，经常买，真的呀。可能是因为我回家乡，哎呀，大家都说我黑了，晒黑了呀。回家乡就是很正常嘛，搞得被你们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开直播了，全部今天都说我黑了。谢谢啊，感谢大家买了苹果觉得不错的姐姐和阿姨都在夸奖，就是只要你们吃着好吃，然后我强烈推的觉得自己的觉得好用的东西都大家买了回去觉得不错，我觉得挺开心的。关心问题，是的，可能是关心问题吧。搬玉米脸都晒红了。晚上好，直播间的家人们晚上好，等你们的直播等了很久呀。怎么才七个苹果？是足斤足两的阿姨给你发去的，你可以拿来称一下。如果你是七个苹果，那你太幸运了，说明你的苹果很大很大很大，知道吧？你称一下五斤，有的是九个啊，一般九个、八个、七个都有的。没有了，家人们，没有了，苹果没得喽。吉年永远有好报，真的呀？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苦尽甘来呀，家人们？他回我家乡，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是不习惯的，因为他就是在我家乡嘛，就是听不懂他们说话，然后又就是在那个环境下，然后吃的饭可能他都不怎么习惯。但是那天刚到我们家乡的时候，他吃了两碗饭。那天晚上吃的是什么呢？舅舅煮了那种很老的腊肉，很老的腊肉，本来是要给他杀鸡的，但是他不吃，他说每一次来你们家乡，他说就把你们家的这个鸡都杀完了，然后他就说不吃鸡肉，然后舅舅就给他煮了老腊肉，煮了一点老腊肉，然后我又买了一点就是吃的，然后他就吃了两碗饭，吃的是我们当地特色的豆渣汤，他可能喝不来那个汤，
然后就喝矿泉水，然后就喝的是矿泉水啊。谢谢啊，感谢家人们的喜欢啊。我们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我们把小赞赞往上，小赞赞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小赞赞就会往上走啊，这儿往上走。叶总的话，他现在在忙，不知道待会忙完了可不可以和直播间家人们聊天，我先陪家人们聊聊天，行不行？对，大拇指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小赞赞往上点一点。对，他在我们家乡，他喝不来我们家乡的一些汤类的东西，然后喝那个豆渣汤，然后他喝不来，他就喝的矿泉水。喝的矿泉水。好喜欢看你直播呀！那我们把直播分享一下。这地方有个右上角，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分享键，我们可以把直播分享一下。现在直播间3.7万人了。我看一下评论啊。好人一生平安，是的，好人一生平安。想要牙刷，想要牙刷吗？如果你们想要牙刷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上一次没有分享到牙刷，是不是？我记得我分享了一样，家人们，是真的没有分享吗？牙刷还是牙刷？我上一次没分享呀，就是这个牙博士的这个牙刷，我是忘记分享了上一次。对，如果你们想要什么的话，我一个人的话，家就是屋里面的话，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就是只有一些生活用品，但这些生活用品的话，就是大家觉得很划算、很划算的，我们就可以，就是我可以给家人们分享，但我很久都没有分享过了，分享过呀，没有分享过的这个牙刷可以扣一啊，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想要牙膏，真的是到了，看呀，牙刷呀，来分，这个牙刷很好用的，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男女通用，牙刷家家户户不是都要用吗？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分享给家人们，在聊天的时候啊。牙膏呀，牙膏，待会儿看情况啊。这个牙刷，你们平时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可以每个月、每三个月记得换一次牙刷，每三个月，因为牙刷嘛，就是你长期用了它的那个毛毛，就那个刷毛是不是有的会扁牙这种，就是会刷不干净呀，导致你的口腔会有异味这些，所以。你如果牙刷没有经常换，或者没有买到很好的，你的牙龈后面会翻黄，是不是？牙刷有没有链接？我可以给家人们分享一下。然后这个牙刷是牙博士的啊，牙博士是个大品牌，你们应该在那个就是超市里面应该都看到过吧，对不对，家人们？他这样一板给你们分享两板，行不行？来，这样看见没有？它这个一板的话，在超市里面，在某网上是14.9块，14.9块这个样子一板啊。这个牙刷我之前买过，也好用。来，今天如果可以想囤一点的，我只分享今天哟，家人们，这一板在超市里面，在某宝上是14.9块，对不对？然后，2板30块钱。30块钱的价格，然后你们平时如果牙就是缝比较大呀，或者说总是清理不干净的啊，这今天是有限的啊，可以用一点牙线，看见没有？这个牙线一盒的话有55支，它是10块，在超市里面去买这样一盒是10块钱，今天再送你们一盒，就是2盒，也是牙博士的，这2盒了啊。
然后今天这个两把30块钱加两盒50块钱的价格，今天直播间只要是点了关注加了粉丝灯牌的姐姐和阿姨，这儿点了加号的啊，现在直播间人越来越多了，就直接50块钱也不要，39块钱也不要，29也不要，直接到手19.9块，这样来直接上车，3、2、1，右下角3、2、1已经上了啊，家人们。对，牙博士的啊，一直心心念念叫我推荐牙膏、牙刷的，牙刷的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牙刷今天来了。这一次分享的话，下一次不知道是多久，加你随时来客呀，或者是说，换牙膏、换牙刷换的比较勤的姐姐和阿姨，也可以拍一点，3个月换一次啊。经常要换牙刷，牙刷要3个月换一次，要勤换。然后这个牙刷也很好用，是牙博士的，在家送两盒牙线嘛。平时你们去买，这样一盒10块，2盒30，1把15块钱，30块钱加50、20、50的，今天19.9到手。右下角小黄车，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自愿抢啊。抢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哟。对，牙博士的，牙博士大家并不陌生吧，男女通用，小朋友也可以用。没有了呀，是不是有很多人占名额没拍到，我再上一点啊，只上这一次了，再上个500单好不好，家人们，500单。只欺你500单，因为刚刚有很多姐姐和阿姨点了那个拍了，填了电话名字信息没付款，占名额的比较多，所以我把这个占名额的给他清出去，清了之后给那些需要的家人们，这牙刷我就不分享了啊。别人9.9，我这是2把加牙刷加牙线，而且是牙博士，如果是假一赔10啊，来3、2、1，右下角小黄车已上车，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自愿抢哟。有的，有的，右下角，右下角啊，来，右下角，这是牙博士的牙刷，男女通用，小朋友也可以用。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你的那个牙刷，然后牙刷不到位的话，会引起你的口腔有异味，还会牙齿泛黄，知道吧？然后这个牙线的话，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刷牙刷到你的70%，但是牙线是可以弥补的，让你的牙缝里面呀这些地方干干净净的。这么多人抢。对，这个牙刷是很多姐姐和阿姨之前一直叫我分享，然后我都这都等了很久了，对不对？没有拍的在右下角送2盒牙线。对，只分享这一次啊，因为牙刷嘛，牙刷就是大家平时生活中也要用，家里来客呀这些。家里来客，然后你去买的话，在超市里面一只都要10块钱，对不对？还不如这是福利品嘛，所以单量不多，姐姐和阿姨们如果需要的可以在右下角自愿抢一个牙博士的啊，看见没有？在超市里面去买一只都是8块钱呀，哎，所以这个很划算，对不对？没有拍的家人们可以去拍啊，去年买了一次，这个好用，好用就可以。对，这个很好用，再犹豫就没有了，待会儿。你喝的什么？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家人们，听说你们家乡要拆迁了，对，我上一次在直播间说过啊，
之前我都在直播间说过，不知道姐姐和阿姨们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乡，我就说我的那个阿妈家掉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在路边上把那个小狗花花都给炸死了，所以的话那个地方很危险，导致当地的这个就关注到了我们的家乡，就说建议这个地方的人家户全部都要搬走。因为很危险嘛，容易落石，所以现在就是30多家人家户。这一次我回家乡，他们就给我说，几乎全部都要搬走，因为那个地方也有补贴，你搬走的话，老房子怎么办？如果你想要补贴，你如果要去搬一批，搬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必须要把你的老房子全部拆了，拆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拍照，然后当地的那种政府嘛，然后他们就会来看，看了你真的拆了，才会给你补贴，不是说每家人你没搬就给你补贴，不是这样的。要就是要先拆迁，拆了把你的房子给拆得干干净净的，他才会给你补贴，知道吧，家人们？就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补贴的。你会讲彝语吗？我全部都会呀，就是所有的彝语我都会。搬走了就不好玩了，对，就是我们说实话，我们家乡风景真的是很美的，很美，就是因为后面有一座山，然后，山后面有一座山，前面也是山水，所以就很美，大家都看到过，我经常站在那儿拍视频，真的很多人专门去找那种地方来建房子都找不到，我们那个地方真的好美。但是没办法，必须得拆。可以留一个不拆，留着不拆也不能住人了，他那个很危险的，随时都下雨。雨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这段时间不是夏天吗？雨季的时候啊，就是会下雨，很危险。所以叶总的话，他就建议我家里的人，他说别人都搬走了，他说你们。家乡里阿妈他们最好都是搬走，那个地方确实下雨也很危险嘛。这样你妈妈就可以住新房子。哼，我家里的人嘛，全部搬在一个一寨一个地方，1平方2000多，那个房子。就是现在搬走的话，政府补贴的那个地方，让你去贷的那个地方，就是1平方2000，剩着自己补贴，剩下的就自己补贴，就是这个样子的。秋天的话有台风，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台风吧，就是正常的大风。牙刷还有吗？在右下角小黄车呀，牙刷。在右下角小黄车，你们可以自己抢。要不要那个吧？刚刚有家人们在问有没有调味品，你们家里需要调味品吗？如果要调味品的话，也可以给你们分享啊，家人们。你们应该吃的话，平时在超市里面吃的是不是买的是千盒？我们吃的是千盒，千盒我们现在都在网上买。我发现千盒啊，超市里面买要贵很多，而且超市1块钱的不少。然后现在都是在网上去买千盒这个品牌那个酱油呀之类的，它为什么卖得很好？是因为它零添加、零味精，然后的话零色素、零防腐剂，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调料调味品就卖的是特别的好的。配料表很干净嘛？你们想要生抽还是想要什么？家人们，生抽，老抽都有啊。看，这样一瓶是24，
看没有，这个铅和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只有这个生抽上面只有五样东西，一是水，第二是黄豆，第三小麦，第四食用盐，第五白砂糖，没有了，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没有添加。要这个对不对？这个我在直播间，我好像平时在家里直播的时候没有分享过啊。对，您添加的铅盒，家家户户都用得着。就比如说你们平时啊，吃面条呀、煮菜呀、炒菜都需要，对不对？多少钱一瓶？来给家人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组合吧。它这个是黄豆生抽啊，1.28毫升，看到没有？1.28毫升。然后的话，再给你们来，这是24块钱，我直接开这个镜像。哎呀，镜像，看到没有？这是生抽，24块钱一瓶，超市里面。然后再来一瓶香醋嘛，来，香醋看到没有？香醋的话，就是它也是啊，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它配料表只有5样东西啊，水哦，这个要水、糯米、大米，看见没有？麦什么、白砂糖、食用盐没有了，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白醋这一瓶是19块钱，白醋这一瓶是19块。调味品上一次买了，有人没买到，对不对？来，还有老抽，看到没有？香菇老抽，这个也是19块钱一瓶。现在3瓶多少钱了？40加这一瓶就是60了，对不对？60块钱了。来，还有这个料酒啊，料酒平时也用得着。料酒一瓶，料酒的话，在超市里面买9块9左右，9块9。这是真正品啊，家人们，要单独卖吗？直接给大家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一个组合吧，行不行？一个组合，一瓶黄豆生抽24块钱，然后一瓶香醋1毫升的19块钱一瓶，然后再有一瓶老抽的话20块钱一瓶哦。这个是香菇老抽，炒菜很香的。然后再加一瓶料酒，就是4瓶了，对不对？4瓶的话啊，香菇老抽吗？我看香菇老抽，哦，炒菇。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瓶料酒啊，就是四瓶加上来多少钱了？二十四的再加20块钱，六十四的再有一瓶料酒，准备好啊，家人们，这个单量不多，60再加70多块钱了啊，70多块钱，今天接近啊，今天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需要的家里如果客人老人随时都要用啊，或者是平时爱炒菜的姐姐和阿姨都可以准备上啊。这个铅盒今天70多块钱呢，直播间你们在超市买1块钱的不少，对不对？在超市买1块钱的不少。今天我在安安直播间，我们这个样子，这儿点一个关注，然后我们就这个样子吧。他们老板给了我们一个优惠，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只有在我们直播间铅盒大品牌铅盒。如果是假的，假一赔十，在直播间这个不能反假的啊，这个是超市里面你们都买过的。这样子70多块钱的一个套组啊，4样东西不要，你们69也不要，59也不要，49也不要，直接39块9包邮。来，3、2、1，39块9包邮。对，只有我们直播间有这个东西啊，家人们。这个好像只有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这个库存好像不多，因为这个老板的话，他只给了我们好像只有几百单。哇，这样子再送大家一瓶酱油吧。看到没有，再送一瓶酱油，
180天的这个酱油啊，家人们，对对对，这个视频每家每户都用得着嘛，直播间。